峡谷这个上单都这么玩，就恨不得一级就把你弄死。他推荐你没事，慢慢打就好。要我？养嘛，我们要注意，给他吃给他喝就可以了，不太需要洗澡，每个月驱虫一次或者不驱也行。他不怎么接触外面就不用驱虫。 这也就乌龟，乌龟就完事。这人玩游戏是不是有病啊！我操！ 这里不太需要回血，但是这里现实会被控，但我就是要多吃一点，不然我就亏了。 跳打不过的没事，你扛吧，让他扛吧，他这里扛不住了。不要急，能处理得了，买了个萃取。
啥意思？你英雄再厉害，还是不能掩盖你玩的菜的事实，就是玩的菜。他跳，我直接给他火，给他套火就行，你给他套火就行，给他套火就行。 哎，有的妈逼的超模来了，有狗啊，兄弟们，有狗呀，狗来了，不让我吃，买瓶药吧。其实他可以帮武器控，武器跑中路去。 死这狗真大了，真大的！超模来了就跑不掉了，换个别的中路还得可以反抗一下，超模就不太行，超模人就没了，Super Model 就没办法。 别抢他的，别抢他的！塞拉斯前面把我们留了个。塞拉斯偷了他的大，他也是超模。我也是超模的。 一刀，来不及，让你 A得动。 武器打你，你不要让他打，你先让他超，就跟玩赛车一样，对吧？他五菱宏光他妈永远跑不过他妈的，对吧？法拉利的，他引擎也就这么大，你先让他超你，对吧？先让他先超你一点点，你反过来狠狠的超他，我就这样子，让他知道他妈的，他妈跑得过我。 武器没啊？哇，有啊！我操，好勾！打武器不用买鞋，先把这属性装。建模不太依赖鞋，因为都是他追上来打你，不用追他。他追着你跑的场景比较多，一般建模被别人追的场景比较多，你就把属性装买多一点就好了。我操！好帅的塞拉斯！ 我操，好帅的狮子狗！这他妈全线都那么帅，那肯定上分的。你说他干嘛呢？哎，确实玩这种 A 来 A 去的，好像都这样的，没什么判断。你不看我装备的吗？看到吧，我说出鞋没什么太大用，这波爹不杀他，你不要看我杀的很亏，还没吃到兵呢。我操，超模来啦！坏了，队友送起来，尽量别给机会，最好不要给机会。
我能冷静一点，这里边。哇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好吃好吃！再来个不小心，我操，穿甲流剑，打不动我。没事，峡谷这区形态很差的，就是。 就很多买浩哥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妈，心态差的一，呜，心态差差捏，吵架了。<笑>来，我十一级单挑来一打二，过来。艾克呢？艾克交给我。 现在他心里就是商人帮人，峡谷论就这样的，都全是拼说好听一点，敢操作敢秀，操作拉满；说难听点，没脑子只会打架，就是这样。主播有什么说什么，确实是这样。你稍微给他玩点兵线，他就不懂了。他傻傻的，他英雄强势就只会一直无脑压你。先把线推，这里线不用去，节奏不太对，对不上队友就不要抢进去。 莫干，你在叫什么？我操，超模来啦！超模！呜，一千，没办法，超级模特来了。我操，这么多人，这个船长。 这么恶心！哎，我他妈送了800，送了个800，有点搞。嗯，这把我出那个算了，直接出15个，出15就打架吧，出冰刀没什么必要。那出冰刀，又敲不动，不出冰刀敲不太动。哼，我以为就超模一个，有超模一个我还感觉可以。 操作一下，操作一个啥不死我啊？不一定。生气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技不如人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是900中单800，不是吧？不是哦。 哦，我是900，哇操，他妈拿多少呀？他拿了2000多，坏起来了。他拿了3个人头，我操，全是终结。我们家现在都是这么出。一大波 K。 超模在哪？哪有超模？不是武器狂，那很多人心态就这样，他玩的好，那他心态很差。峡谷就这样。我跟你讲，这把游戏你把我跟武器换一下，输的就是我。都是只有打架的。现在卢锡安很流行这么出，海妖加黑切，还差400块，300块。 皮肤好用，那挺好用。这么疼。
帅呀，家人们，还好没事，超模应该要出来了，小心点。喜欢看高分局的哥哥们点个关注啊！喜欢看高分局的哥哥们点个关注啊！点个关注啊！点个关注啊！喜欢看高分局的兄弟们点个关注啊！ 好恶心，要吐了！哎，明甲，小夹剑魔，哪里是小明剑魔？这小夹剑魔，你想看白银局？没有，他妈输太多了，打这大号解下毒，又是打架，那确实。 这种打法怎么上分呢？那我不搞点那种他妈比对面变态的那种，也是他妈杀人的，怎么上分？我操，敢去包围超模，不怕他妈给你们秀了？看到了吧？他妈对面超级模特的，长点心也行不行？ 我操，卢锡安现在这么猛的吗？他多少血啊？2276，这比战士都要肥，这比战士……哎，我们还有个死鬼，这大招确实猛，他被人 A 死了。我操，卢锡安好狠的这装备，他出G9加黑切，这各种穿透 AOE 啊。 什么打法？全新版本是不是？操超模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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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生气了！好，快点！ 看到超模我就忍不住，看到超模我就顶不住，想杀我，有这么好杀吗？哇操，还真挺好杀的，哎，他一个位移把我给移开了，加速，好烦，超模版本是真要跳了。 定住，时间静止系列，坏了呀，兄弟们，白给！这样换人头不是一件好事。哎，这波该走，我想着能不能杀，看来是我自己太自信。 307的攻击力，2368的生命值，这不是战士的装备吗？英雄联盟设计师，这不是战士的装备吗？为什么 ADC 出了比战士还要猛啊？来说话来，我现在立刻马上想要抓到一个设计师，捕捉一个设计师，把他拉到我的摄像头面前来说话来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这就是平衡，平衡，我操，书都掉光了。 是挺亏的，好像要被翻盘。艾克这英雄是这样的，这战士装备结果给 ADC 出，妈的，这一秒钟叠满，因为14杠4。包括像那个什么霹雳也是，以前还有这种说法，只能近战英雄出，像血手这种，他只能近战的，现在都不行。 小心的，这地方超模最喜欢的。战士都不出黑切，清杠可能会出，清杠你跟猴子可能偶尔会出，黑切是没人，这黑切就鳄鱼会出，黑切就鳄鱼会出。我都说了小心超模。
我操，奇亚娜好弱呀，兄弟们！奇亚娜太弱了，这英雄加个群体沉默算了，这群体击飞太垃圾了，我觉得应该再加个群体沉默。兄弟们怎么看？啊，兄弟们怎么看？ 就这么死，狗熊不围着，狗熊其实是坦克，不算战士。你见过战士出纯肉还打得动人吗？狗熊他妈是坦克，都不是战士，别搞错了。狗熊其实不算战士。 点两枪他妈受不了！哎 ，nice， 他死了，我们就能竞争 MVP 了。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波关注。为啥武器吹取到现在都没爆？因为他炸线。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波关注，加20，加20，加20，还行，还好。